在1981年的时候，台湾社会发生一个陈文雄的事件吼。啊，陈文雄就是一个台大数学的毕业啊，真优秀的留学生去美国啊，摕到伊的博士学位了吼。啊，伫美国的这个大学内底开始有伊的教职。81年的时候，伊真欢喜带伊的囡仔和太太啊，倒来台湾吼。看伊个老爸老母，无想着讲去予警状，甲伊虐待。即摆咱所了解的原因，就是讲，伊迄阵伫美国的时候，可能因为支持即个美利都杂志，捌募款寄钱予即个市民着，啊，搁再后来伊参加台湾同乡会真侪即个反对国民党的即个示威的活动。啊，迄阵的戒严时期，咱知影国民党拢伫美国的校园内底派足侪职业学生啊，伫监视遮个台湾留学生的即个活动，所以呢，去用家拍报告，简单讲就是拍小报告就对啊。啊，所以伊警长就有伊的资料，所以警长利用伊倒来台湾探亲的时候，家约谈，无想到讲，伊的尸体煞去用发现伫。两日后，伫即个台大校园的内底，即、這个代志爆发的时呢，警总对我就是向即个媒体呢，一直暗示讲，这陈文雄是自杀的，哦，可能是因为去予伊约谈啊，会惊吓，还是安怎吼？啊，毋过陈文雄的厝内人拢无法度接受这种的讲法，因为你既然若是讲。约谈了有放伊回来，是安怎？陈文雄拢无回去到伊的厝内，因厝的人知影去予警长叫去，当然会烦恼、会紧张。照讲陈文雄一同约谈放出来，应该嘛随回去厝里报平安。哪有讲从家己走去台台咧跳楼自杀？所以呢，规个社会也好，甚至美国迄边的台湾同乡啊，拢感觉国民党这个讲法袂当接受。陈文雄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呢，特别去拜托美国一个真出名的法医，叫做 Dr. Witch， 伊来台湾。本来讲伊要参加这个尸体的解剖，但是呢，国民党对外讲，敢若会使予伊看尸体，袂使予伊动手解剖。不过不管安怎，这个 Witch 教授伊等于美国了有写一个鉴定的报告，而这个鉴定的报告真清楚是讲。陈文雄的死因是他杀，就是去予人害死，哦，并不是自杀。因为伫陈文雄的身躯顶有真侪伤痕，而且呢，伊的鼻仔骨嘛去予拍断去吼，所以这项自杀的讲法无法度通一致。台湾社会嘛拢相信讲陈文雄是去予警察害死的。不管安怎，迄阵陈文雄的老爸哦陈廷茂老先生呢？伊足唔甘愿，所以呢，伫台湾世界各地吼，去演讲，甚至后来嘛，美国的同乡会邀请去美国巡回演讲吼，来控诉这个国民党这个害死陈文雄的代志。美国的台湾同乡呢，大家真同情这个陈文雄的这个代志，所以呢，有关10万块的这个美金，吼，这个陈廷茂老先生要早顿来台湾。讲要成立这个基金会纪念陈文雄，就是伫迄个时阵呢，美国台湾同乡会会长是杨黄美信哈，杨黄美信女士，甲我敲电话讲，拜托英英啊，你吼，这个陈廷茂老先生登记了，你甲伊倒卡手，甲这个基金会创好起来安尼。所以我迄阵帮忙陈老先生，我甲这个10万块美金换做400万的台票。去买一间伫新生南路靠近台大附近吼，龙安国小边啊，下巷啊来一间纸楼，做陈文雄基金会办公室。迄阵拄啊用400万，剩的呢，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运作，阮就招15个人吼，逐个人搁再出钱吼，开始运作这个基金会。到今仔日已经39栋啊，我一直拢留伫这个基金会内底吼，一直个。陈文雄的家族帮忙啦吼，啊，即卖就是伊的二姐，吼，陈宝月女士，嘛是这39年来一直拢伫这个基金会内底，啊，佮另外一个杨维哲教授，这是
陈文雄，伊是台大数学的老师吼。啊，村里呢，当然当时会经过39年来真侪变化吼，所以进进出出已经换过真侪人啊吼。啊，即内底包括李宪荣律师啦吼，谢引清律师，还是讲较早即个林俊一教授、张国荣教授吼，拢有常务的吼。当然张富美女士嘛吼，啊，搁即个台大数学系吼。归位当文雄的这个学长哈，啊，佮即马台大学生会啊，这个台大研究生协会，我老一挂少年家吼啊，参加起来对，因为吼这几年来，阮一直甲台大要求讲吼，爱伫当文雄迄阵尸体互人发现的迄个所在吼，校园内底建立一个陈文成纪念广场，啊，这个代志嘛，经过台大学生会和研究生协会哈。一直甲台大校方争取，到尾啊，终于即个台大学校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吼，讲要起即个陈文雄的纪念公园啦吼。啊，毋过呢，咱拢知影即摆管中闵做即个台大校长吼，伊就一直提示讲吼，校校无即个预算啦吼，所以阮到尾啊，从由陈文雄基金会发起即个募款吼，啊，拢总1200万。经过半年的时间都无到这个经费吼，从这个经费捐予台大，会当予因起这个陈文雄的纪念公园，这算39年来吼，较有突破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啦。但是呢，真有遗憾，就是讲，陈文雄的这个命案呢，到今日嘛是也无法度真相吼，会当破案啦吼，就是讲，什么人甲陈文雄害死，这个人到今日呢？并无予人追究责任，所以这是看到讲台湾的转型正义吼，真侪拢无法度彻底，予我感觉讲39年来，我虽然安尼一直努力这个代志，但是嘛感觉讲吼，无完全实现啦。不过39年当中，陈文雄基金会当年拢有颁发这个陈文雄的纪念奖学金，给这个数学的也是统计的学生，而且呢，我拢有去巡回各校园吼，讲这个人权吼，校园的人权，也是讲台湾的人权，有拍这个人权电影，甚至呢，陈文雄基金会嘛有去标到这个绿岛人权园区，含这个景美人权园区吼，就是讲咱台湾过去绿岛是关政治犯上侪的所在，过来就是景美，这个军营家园内底吼，过去嘛真侪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关伫遐。所以这两个所在即马拢因为咧转型正义吼，拢开放，变作唔是咧关怀人，是变作一个人权纪念的所在。以这个设计吼，拢是陈文雄基金会去参与伫这个设计内底。不了安尼以外吼，我的基金会有当时啊有办这个暑假，就办这个讲，予学生啊报名去绿岛这个人权的这个生活营。吼、哦，就是讲，咱学生去到绿岛这个所在现场，伫遐大人三角，去体会过去政治犯因所受到的这个苦难吼，佮请这个政治受难者的前辈来甲学生讲因的亲身的这个经过吼、哦。阮有了这个征文，就是讲伫各大学含高中吼、来征文比赛，互人写这个对陈文雄含这个台湾的人权发展。诶，这个历史吼，所以这大概就是讲基金会这39年来在做的工作啦吼。另外伫1982年吼，我嘛阁有另外创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吼，即嘛是叫做台信人文基金会。这台信就是台湾医学界的意思啦吼，信林即是信吼，姓林的姓啦吼，台信。这个是因为我伫1982年的时候。我有得到一个伫美国的王桂英先生伊办一个台美基金会伊每一年有选拔这个台湾的杰出人才的这个奖伫第二届的这个奖呢，我得到社会服务奖伊一年拢有颁三个奖，一个是科技的这个人才廖树忠教授，这是台湾人的这个教授会的创会的会长伊是一个生化方面吼。伫芝加哥大学真出名的一个台湾学者，另外就是讲文化方面的奖，
啊，我迄届呢是王思朗、王希龙先生，啊，这是日本时代就一个真重要的台湾作家，哦啊，伊伫一个战后吼，啊，对台湾的文献啊有真侪精力的贡献吼，啊，伊得到这个文化的奖，啊，我得到这个社会服务奖，啊，其实那比较廖淑忠教授还是王希龙先生讲起来，我实在是小少年啦吼，迄阵我得奖的是较三十几岁的吼，啊，但是呢。我相信可能美国的同乡，因想讲对我伫台湾做的这个精神病人的这个人权的争取啦，啊，原住民的这个山地服务、医疗的服务，啊，佮做人权会种种这个工作，表示一个肯定啦吼。所以我迄阵去领奖的时候，我就想讲，我无应该得这个奖金啦吼，因为奖牌当然是我给留作纪念。啊！迄阵我一万块的美金，这个奖金换做代表，拄啊！迄阵的四十万啦。我回来了，我总招我伫高雄医院前后期的一挂学校内底较好的这朋友吼。当然，大家伫社会开始咧做医生啦。我讲招二十个这医生的朋友，讲恁只出两万块，啊，一年就有四十万。啊，我阁捐这个四十万，所以一开始有八十万。啊！以后每一年大家拢交两万块，所以每一年拢有四十万、四十万，安尼一定累积。啊，这个基金会一开始要创啥？阮就是讲，伫概念的时期吼，台湾研究吼，一直是禁忌啦。哦，国民党一直拢咧打压这个台湾研究，所以你不管讲你台湾的文学、台湾的语言、台湾的历史、台湾的生态环境啊，种种的问题，拢无人咧做研究。所以阮就是讲，用这个基金会。每一年，阮选四个台湾的少年家。假使你若有趣味要做台湾研究，阮送你去美国。暑假两个月的时间，予你去美国的大学内底，拢有真侪台湾的资料。啊，你去遐查资料了，你当然会当写一篇和台湾有关系的论文。安尼，啊，这两个月的生活费含来回机票，就是用十万块安尼甲伊帮忙。啊，伫美国的期间。要去这些大学的图书馆，这些代志拢拜托美国台湾人的教授会。咱台湾人伫遐有几啊百个教授，啊，伫各大学内底咧教册，啊，互因去安排这些代志。所以这个代志大概安尼，会当前后差不多进行要十档。所以伫戒严的时期吼，阮差不多培养四十个做台湾研究的少年学者，这是我感觉讲啊真要紧。啊嘛后来发现讲啊足有成果的一个代志。佮刷落戒严戒毒啊。咱台湾研究开始较有人咧重视啊，阮就讲安尼，咱若伫台湾有咧做即个写作，比如讲要写二八的历史啦，还是讲吼要做即个台湾的生态，还是台湾的即个工人的运动，还是原住民的工会，有人热心啊，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来写即个计划，来甲阮签即个经费，啊，给伊十万块。啊，会完成伊的一本著作安尼，所以这个经过几年了，阮阁刷咧，就是讲，因为大部分遮个出钱的拢是医生嘛，所以阮讲要鼓励医学生对台湾社会有关怀，会参与各种的社会运动，所以伫医学院内底开始有办这个医学生的生活营，就是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啊，予医学生报名，啊，阮找真好的老师，啊，社会运动的遮个。有经验的人，啊，含遮医学生安尼生活斗阵吼，啊，你哦，最后做一个真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啊，拄啊，我当来做高雄市卫生局长的时，迄阵为着要成立这个台湾医疗的博物馆，还是咱讲台湾医疗史的文物中心，所以伫旧的卫生局迄个空间爱河边遐我有成立一个台湾医疗史的博物馆。啊！迄阵即个所有资料，就是即个台信人文基金会即个朋友啊，大家出钱出力，安尼来收集资料也好，啊来整理啊，来呈现伫即个博物馆内底的所有即个成果。哦，啊，即当中到尾啊，佫因为安尼，伫全台湾，阮有成立一个台湾医疗史的学会，台湾医疗史的学会。啊，所以这就是我有呾真感谢讲吼。啊，即个医学院的朋友，当然到尾也无限定，干那高医的即、这个好友啦吼，北医啦，还是讲其他中国中山、台大的即个好友，要参加我嘛拢足欢迎。就是简单讲，这是一个医生
做医生以外，搁要关心社会吼，尤其特别是人文方面，医疗的人文含社会关怀，含要做一寡代志的医生朋友吼，啊，参与伫内底啦吼。前后几任有的董事长吼，像讲台中的江志德，陈志新，这个尤文志吼，阿里高雄就是陈顺胜、黄文龙吼。其他看著什么李世龙啦吼，这个叫蔡瑞芳啦吼，这个李玉琴吼，这个林进福，啊，个这个陈振宏吼，这拢是差不多台进人文基金会内底的一挂好朋友啦吼，这个工作安尼嘛进行要三四十年吼，这也是我伫迄个少年的时候，要讲起来就是讲。安尼做医生以外，佮加大家会当加尽一份力，替社会来做一挂有意义的工作，透过基金会的方式来运作，会一个地。